小心一点啊，小心一点啊。人都有点多啊，前面这几位。前面一点吧，这里一个也人工啊，所以那个地方非常塞车，啊，全部呢就堵在那里。啊，还有那些骑电动自行车的啊，也是非常厉害的，在这里车里面钻来钻去，钻去钻来的。然后这个是二环路，其实这些车就是这个桥太窄了，你看嘛，两台大车的话就过不了啊，只能一大一小还可以过。哎，然后这里进去的话，基本上就好很多了。因为这里本来卡到了嘛，卡到之后呢，进去也没关系了，进去，然后车流量就相对来说会小一点，就是这个进车。我看走地下走，哦，不能走地下，有人倒快，不是这样子，是吧？追逐前头，追逐前头，追逐前头。是吧？哎，走地下不能倒左拐。这个地方不能左拐，哎，现在成都现在路这个交通乱七八糟的。然后这个地方呢叫衣冠庙。啊，这庙里面住着一个衣冠禽兽了。衣冠庙，你看吧，这里到全是车啊，两边全是堵的是车啊。这条路呢，进城之后还好啊。然后还有浆洗街啊，就洗衣服的浆洗街。啊，成都又不允许，可以开电动车，但是不允许开摩托车，摩托车都是非法的。哎，这在台湾行不行得通啊？这个姿势啊，哎，有车过的时候就这样，他就不准过。没有，人家是要招手拦车那个姿势。那是不是张小妹发明的哦？我不想坐，大家都挤公车。前头坐。哇，那个好多美女啊，前头坐，前头可以坐过来。你比我矮的吗？哈哈哈哈哈。哦，你还真矮。哎呦，这心中有够烂。你看蒋师傅就去擦他们。蒋师傅好会擦。见缝擦。可以哦。啊？这条路可以左转，不可能不能左转。可以，这儿肯定可以左转。这个时候出去是单行道，咋可能不左转嘛？只准轿车这儿过来，只准轿，主要不是这种，只准公交车过来。这个时候。其他车子都不准过来，是哪里准？你不敢乱说嘛。前方有闯红灯拍照，前方有五十公里啊。我说你没得才干呐，咱女人又说的是不得呢。哎，叫咱女的来过啊，咱去来过，是吧？没得你玩嘛。哦，现在可以上了哈，现在可以上了，我们都坐到火车里头了哈。哦，可以上，全部菜都可以上了哈，只要看得清楚的菜，全部都上了，看不清楚的菜，把东西放到那堆凳子里就可以了哈。好，我们都到火车里头了哈，我们都到火车里头了哈，马上上了，我们要赶时间哈。对啊，你不看了，你不来噻？这咱来过的所在啊，哎，咱来家，咱有来过啊，咱今天来家哈。咱来，我来刚刚。锦里嘛，就是。啊，一间吃饭啊。啊，这个时候这条路就是单行道过去啊。我对成都的路啊都了如指掌的。哦，那人在那里吐火了，没有吐的好看。传真来，现在又炸龙了，我在想。先看这儿有没有停的，这儿没得停的，你只有。
去哪儿当主管？这里口罩门口人挤，感觉水龙头那个门口。去哪个门口啊？你看这儿有没有亲戚嘛？有亲戚就去这儿，这儿最方便。没得亲戚就在这儿。啊？